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04集的节目打铁趁热。我相信大家呢也可能会比较希望我赶快把这个双胞胎兄弟的部分呢把它给做一个完结啊，以前不做则已啊，一做呢就连着三集把它给拍完啊，从来没有给过一个 OK 算一个角色这么样的一个待遇啊，果然是非常极端。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他们在真人电影第二集里头刚出现的时候的那两个可以合体成冰淇淋车的一个另外一种形态。那我们呢，很明显你绝对不会认错，这个是 Skit，这个是 Morphle。我们可以呢拿出 Deluxe 等级来看一下。首先啊，这个光是这个头的部分啊，就可以说头部，头雕，可以说是都非常的接近，完全一样。然后身体的部分，你还是看到一些特征，比方说两边不一样大的一个手，这个都是在同一侧的，以及脚尖非常小的一个脚尖，跟它也是一样。这个比较大的脚掌啊，跟这一款 Mobley 也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挡泥板的话呢，它背后有这个，背上是两块，跟这两个门板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说算上是一样的吧。那么，不会认错就是了啊。那整个玩具的分量，你可以看得出来，两者是比重完全的不同。这个刹车的话呢，明显小了一号。最主要，冰淇淋车的一个主结构就是车子的后半部都是在这个泥挡的身上。其实呢，当年没有什么感觉，现在看一看，觉得这两个家伙好像海绵宝宝跟派大星的那个感觉，对不对？你看，尤其是这个家伙，对不对？这个痴呆的样子，还有这个鞋子，就很像海绵宝宝那个黑色的小皮鞋。然后这个含含厚厚的这个泥挡就很像派大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简单啊，因为它两个合成一个 Deluxe 等级，所以它这个玩具的话，理论上也就是一个大概顶多是指挥官级的玩具啊，看起来高度差不多，但是零件数呢却非常的惊人啊。它的话呢有一个毛病，这一款的话有一个毛病，它的一个肘部是一个球形关节，比较容易去掉啊。手的腕的话呢可以往内折一下，头的话呢也是一个球形关节可以动。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两边不能够固定住，然后这一块啊，白色部件啊，你平常变形成车的时候是要拉出来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它是可以一个弹动、弹的一个感觉。你如果这个卡扣把它扣下去，它就会卡住，会稍微卡住。你用力压还是可以下去了啊。脚的话呢，前后左右踢、外摆内收啊，都是有的。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有一点点年代了啊，所以有一些地方好像有一点点反。就是有点变成米黄色的感觉，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双动关节，变形的时候可以折下来。两个车头灯啊，透明部件就卡在后面啊，后面有一个屁帘，还有一个背包。背包的话没有办法卡住，但是基本上也不会乱动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刹车的一个部分。那它的一个站立性呢也是比较差一点，因为这个脚尖呢确实太小了。但是呢这一款泥挡的话呢就好上非常的多，脚底板非常的巨大。然后呢，头部的话呢，也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可以看到有一些色差了，因为年代真的太久远了。然后在外侧，车子外侧的这个部分都有一点发黄了啊，各位就知道一下是老物的关系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的可动的话呢，会更加的好一点啊，甚至的话呢，这个腰部的话呢，可惜啊，腰不能动啊，很可惜。然后其他的话呢，手一样，这里可以弯进去，那这里一样有一个手肘的关节，外摆内收的话呢。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处。好，那脚支撑力度还可以吧？其实整体来说，这一款的做工来讲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偏松了啊。那两者摆在一起啊，配色啊一致性还是挺好的。那我们就进行到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那先从车头部分开始吧。它的话主要有两个地方要注意一个大回旋，第一个是它的一个背包。有一个大回旋的一个动作，我们先把它给大回旋了。然后呢，腰部呢也有一个回旋的一个动作，前后给它回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分把它给拉出来啊，这个卡扣处把它拉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车头的话呢给弄起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倒钩的，它就是要卡这个引擎盖。那我们是把这个人的这个头啊先给按下去。或者是你不按下去，强行把它扣下去就可以了。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去把它给扣住，这里把它扣住。扣过去的时候呢，这块部件会自动往前面挑起来啊，这是正常的，也不能算联动，它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跷跷板那个概念而已。
再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因为已经翻转180度了，脚的话呢就直接的往内，到时候就缩到这个车子里头去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车子前方这个引擎盖的部分，把手先推到后面去，引擎盖啊，利用这里的一个松动关节把它合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位置，这里有一个卡扣，扣下去。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啊，原本人物手肘下，不对，肩膀下方有个松动关节，自然而然的把它给放下来，车头就拼起来了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这两处去，这两个粉红去咬这个蓝色的，这样子上来到这边，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卡扣，把它给扣上去到这里，到这边，这里也是这样，直接转上来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变形的时候，还是强调一下，这个球关啊，有时候是比较容易去喷溅的，比较容易去喷溅，各位就知道一下就行了。这个地方把它给咬合进去。好，我其实很不希望它喷溅了，我希望说在变形的过程中呢，去保持它的一个，你看，还是让它掉下来了啊，没关系了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好，扣上去，那么车头就算 OK 了，这个脚收进去一点。再来的后半部，这个泥挡的变形啊，也是比较有趣的。首先的话，胸口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然后呢，把前面这块部件翻转180度，这里也是一样，博派标志这个部分翻转出来，往后翻180度。手臂的话呢，可以先暂时把它给平举，然后呢，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解开了然后这个脚的话呢，稍微的往下压一点点。我先用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示意图给各位看一下，先把后面这两个地方结合起来，这里出现两个凸，接下来我们要卡三层东西上去。卡的第一层是谁呢？是它这一块部件呢，把它往后面推，这里有一个连接杆，把它往后面推下来之后，翻转180度过来，然后呢把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从这个地方，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那具体在扣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调节一下它的这个身体内部，你看它有很多的关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所以呢我只好告诉你，你只要先把这个部件透过这个连接杆，在这里这一根连接杆，你就把它往后面退过来，然后旋转这个球形关节转下来，先把它给扣上去，先锁好这一片啊，这样一来里面的这个什么脚啊什么的关节你就不用管它怎么转，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地方扣起来啊，就没有问题了。然后第二层我们要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扣在胸口的那一块，就胸口然后翻转180度这一块，这个时候呢轮到它过来组合，它到这边过来到这里，然后另外一侧这个刚刚在胸口的时候呢是正面的这个 Autobot 的标志呢，这个时候呢换它过来跟它组合，最后是谁呢？就是这一块胸甲的部分，这里是有一个可以转折的，转过来到这边跟它给扣上去，到这里扣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先把手臂啊往下面躲开，其实就是一个躲开的概念而已，就这样子过来，有没有非常的简单，对不对？先把两腿合并，露出这两个凸之后，再依序的把这几个部件给组合上来，这个部件就往前面压上来就可以了啊，到这里严丝合缝扣上去就行了。然后呢，这个按着这个结合的角度把它给扣上去，手的话就放进去就可以了。那各位应该已经有发现，其他的脚掌好像不需要做什么调整啊就可以了。那么最后就是两者的合并了啊，这里两个洞，还有这里有咬合的点，那就把它给扣上去就可以了。先把上面的咬合，下面的话呢再跟着稍微去调整一下，就非常简单的。我还是不要随便讲简单好了，有时候差那么一步啊，这个。你看这个说简单的这个魔咒还真是不能乱说啊。然后前方啊，这个刚刚这个 skid 这个部分做个简单的调整，这一款冰淇淋车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滚动性呢可以说非常的好啊。这样甩尾的话呢并不会让它造成分家啊，这个在电影里头是一个甩尾之后呢两者就强迫分离了，那出了个洋相啊。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两个家伙真吵得要死。那么呢它的一个冰淇淋车的状态呢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毛病啊。车子的一个前后左右啊，这种小洞啊，如果说你这要挑这个，那我没话可以说。它的一个整个完成度真的很高，车顶一个这个是
不是大便啊，是双麒麟啊，然后一个广播的喇叭啊，叫大家来买这个冰淇淋。然后呢，他身上的话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其他一个锈斑的一个刻画了，有点对不对？如果你上个银漆可能比较明显，这里也有，还有这个车子的上方，我记得有一处这里也是有，对不对？电影里头出现的时候，它确实是有点老旧的一个冰淇淋车。啊，伪装的，不是很卫生的感觉。那么呢，它的玻璃的话呢，前面是透明的，啊，后方就是涂装件了。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精妙的一个设计啊。两个小家伙呢，然后组合成的一个冰淇淋车。那放眼整个变形金刚的这个玩具收藏的这几年以来啊，这一款我不得不说，它可能是以设计的精妙度，还有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始的定价啊，当年这一款的一个定价可能台币是不到500块钱的 Deluxe 等级啊，然后做到这种水准的表现，这个可以堪称是变形金刚玩具史上啊，应该是 CP 值最高最强的设计排行榜前几名啊，绝对妥妥的没有问题。如果你拥有它的话呢，请好好收藏，这是个绝对有历史上可以琢磨非常多的一笔。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就算了，还是量力而为吧啊，毕竟这两个小玩具而已啊，如果你现在要花个几千块钱去买，我觉得那就不划算了啊。如果说当年你有幸和他相遇，有带回家的，那就好好珍惜这个玩具吧。那今天的话呢，就一口气的呢把这个双胞胎的这个玩具呢给做完分享了，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